信息一，那是要为西非迎回空中的直道的系统上方便是交房贵重的。我们不能停下，抓紧时我正想着他如何这般好心。娘娘，你请放心，贵人娘娘告诉我，只要有个额娘也不是孤身一人啊，你不能自怨自艾，因为你是爱新觉罗氏和你有护不氏的儿子，你有孕在身，当真连岁月匆匆都格外疼惜熹妃，再见道别也比不上人家亲密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你们都散了吧。金妃金安，我们从未见过。凭借是贵人叶氏，娘娘这样大的阵仗进攻，凭借病症，去拿何方法入药？还是姐姐做了土木花唐刚最好，竟然回来了，应该高兴才是。无一不是牵挂他，你和他多见过一面，不必对他太好。真有多漂亮的那个五月，以前新娘娘不在宫里啊。哦，是如此吗？哎，皇上不让龙月知道有你这个生母，为什么骗走这条路？这可是下面最潦草的路啊！看来是有人存心。在回宫的路上掺了个乱世，要你那么说到是哪位坐下的事，可不是景仁宫那位首当其冲吗？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第三次。皇上驾到。叫太医瞧了没有？怎么不早些来告诉朕你是熹妃的陪嫁？你来说，你只管说，没人敢责备你。六人食子最是法子，怎么会有何乱世？Stick to your stones, 'cause that's all you know. I was caught in the middle. I swallow my words down to the bone. 'Cause nothing's that simple. Late at